啊，跑走！卡哇卡哇！哎呀！跑掉，跑掉了！噔噔噔噔！哎，我看到繁星死掉了。那反将军尖刺吗？那个斧头尖刺吧。那个斧头拿着的时候会有那个尖刺。对啊。对。太快了。进迷宫吗？繁星要把我装备给你，然后你再冲过去。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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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。哦，对面的稿子，嗯，可以换了。换钱，换钱，换钱！哎，我们定做加分还没补。法师要来中间的啦，干嘛？法师又来了，他叫他叫，点不到，点不到，你在搞笑、啊？白痴啊！打不到他在那边。六攻啊！是有啊。怎么不上去打他呢？哎、欸，不是在这边吗？打不到他啦。嗯。哎呦！下去了。对了。我看到了。嗯，补一下核心。我再盖个附魔岛哦。好。好的。然后我再补一下本岛最后一个核心。哦，有装备送上。嘿，我的。要把全部骷髅打死才能挖核心的。啊哈。嗯，不然会有挖掘环速，可能打得赢啊！我记得这个人这么少，怎么打得赢？很难攻啊，超难攻，守护加分祭坛啦、啊，对啊、嗯，而且他们加分祭坛还没放诶、欸，有注意到这一点吗？对，哦、真的，但我忘记了。阿迪，哎呀，嗯，我的个，卡卡的，你回家放附魔装啊？不是这条路啊，每次都走错啊。这个每次回家都不知道走哪一边比较好。对啊，每次都走错，看起来能走，实际上不能走，真的都是假的。嗯，那你那边到底怎么过去的、啊？你存个铁，哎、欸，有的存完的。嗯嗯，就是不知道他们那边怎么走的。你说法师那个位置？对啊，应该是从他们那一边走过来，然后绕个某个方向之类的。哦、那个啊，我就敢。嗯。没金币不能手动取票，不行啊，不他。哎，不是这一条啦。好久没有王国，没有吧？哦，他们开始用分，有分数了，有分数了。开始加分啦！看看，有很多拉杆。嗯。哇，三个拉杆，不知道那个拉杆到底是因为它有声音，可是。不知道到底是陷阱吗？还是乱来一通？他、啊、如果放个巨，还不是、啊、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台，可以走上去跳台，对吧、啊？有可能可、哦，那应该可以吧？先跑吧。就我应该买一个中介香岛放在附魔岛旁边，危险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可以啊，你可以弄一下。他们家有人吗？哎呀，有人又回归死回去了、欸。这样，去买盾牌、啊。嗯，去买盾牌。还是要走蜘蛛网啊？嗯，他们家里两个人。可以。没有蜘蛛网，就只是走到他们家那边而已。
哦，蜘蛛网是走去他们家。哦，可是蜘蛛网你往右边走，那边也会到他们家。嗨，蹲着蹲着蹲着，不要让他看到 ID。我刚才一直在蹲这边蹲很久，法师在我们上面啊。上面。哦，哎，二零走，要走吗？走吧。哦，在那个头上是。哦。哦，好像打我打那么爽。哎，动一下。啊吧。那是哪里？哇，那个苦果很敏感呢。那个苦果。哎呦，那是你！哎、欸，我被方块卡住了。我盖个岛。方块，刚被方块卡住了一下。就是我按了。哦，对啊，我拉了一下。啊？啊，不然我拉回来。好，你拉回来。我拉回去。为什么要跟鸡飞那么远？我先跑。你先走，你先走，你先走。啊！走走走走走走走。那个石头到底是啥回、啊？哦，跑回来呀、欸！啊！我被烧死了！为什么会烧啊？这是傻眼石头。还好，中还好而已，普通普通。石头不能什么？对啊，这个石头很神秘耶，好想要啊！还是什么？然后感觉都会有人偷偷先知道小彩蛋在哪里，跑去拿。对啊，真的，你说这样子啊？这样不行啊！都这样子。哦、商店卖东西箱子下面就下脚，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，我回去看。哎、欸，那你要去放那个吗？加分吗？哎、欸，我看看。这个队伍核心二十个铁块没有啊？不是一般的那个。诶、欸、这一样的啊，这就是买来就是我们的那个清净石吧。啊，对面使出那个战术效果显著。嗯。我到诶、欸、那个空间都是。就不知道哪个到底是在干嘛用的。我要烧死了。你怎么以为要消息的？走错路，撞到那个东西将倒的岩浆。太会中了吧！哎，差点走下去，吓死！在想他们是走梯子，走梯子。对啊。嗯。哦，梯子。刚不是就啊一下摔下去那边？哦。对，那边不是感觉可以这样滑过去？对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红队有一个过去了，往中间冲喽！哦，看到，对啊，巧克力，我没有装，啊，收不到，这边，我躲在门口，在哪？哎、欸，可是我也可以躲到他们一样的地方哎、欸。就是也是走到他们家的那个，跑过来了的那个方向。他想挖，哦，回归时吗？嗯哼。所以他们应该是从他们右边往下走，然后再往前。如果这个东西是镜像的话，嗯。不然他们就是有，他们就是，他们就是用浮岛或是什么巨壁之类的吗？不然我可以走到。他们对象的那个上面那个地方啊，就是法师他们刚站的那个位置。楼上是谁啊？哎、欸，不是他们有剑啊，差点被射下去，吓死人了。是我带你们走一次，你就可以去反推一下。哦、你走上面的地方，那对面一样对啊，对啊。是要怎么走啊？好，你走，你走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那是怎么上去的？我是不是也去买个剑？哎呀，被射到了。疼。嗯。往上，啊，这边要跳一下。你再跳一下就到了。那我再买一个。不要再射的啦！所以他们的应该也是一模一样的话，他们就是从也是从右边的地方这样绕过来。那、欸、你小心哦。
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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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那个下面。哦，对呢。他们刚跳可以的。哎，哦呦，跳跳跳。对呀。好想要雪球杖。我想有点去买啊。哎，我去挖他们核心哦。好，好，进得去吗？可以。好，试试看。不是核心啊，我是挖那个加分祭坛。小的哦，可以。好好好。啊，你们我们有应该要四个加分祭坛哦，有吗？哎，有吗？快，有，他们四个了，赶快，啊，赶快啦，他们都四个了，我们一定有啊。可是我们这边是暗的啊。我们有四个，我们有四个。哦，我们有四个。我在远方。哎哎哎，丢错了。还来啊，还来啊。还剑呐，还剑呐！还我啊！掉错了，不是我。有没有有没有放祭坛了没？放祭坛了，放那个加分了没？放了放了。有都有，合金也有。嗯，我想一下。然后 BD 他这边通了，也这边应该可以进去吧？他们都在上面了。嗯，还是在上面。哎呦，这有办法把它射下来，或打下来之类的吗？通，哎，走到地面有点难吧？哎，我怎么在这边也会被看到？走开啊！哦，哇嘞个！这个是登场地。我真的以为他是那把铁剑。哎，我回来了。好，再存一下。小心哦，没问题。哎，他怎么走过来？反击后面，反击后面。为什么箱子会有皮革装啊？不知道。这是丢掉啦。是啊，是啊。我把你放到我的垃圾箱里面。哎，欸，小雨要不要再一次引诱他，嗯？我去挖。好啊，好啊，可以。引诱战术。那我就不带那么多东西。啊？欸，不对不对，我的核心。哼，呀。我的顶管啊！不是，小心被挖掉了。可以推定。被挖掉了。哎，被挖掉了。快快！加分都被挖了，快补快补！有人在商店里吗？我在商店，我在商店，帮我买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啊。我来啦！那个箱子里面我有放核心。哪边的被挖掉？加分的先加分，分数分数，左侧那边加分。都被挖掉吗？全部吗？都被挖了。嗯，我都过来的，啊。刚刚。哦，他们哇！无耻挖我核心。我在上面了，左边你去走。最后一个我也摸，他们摸摸该路过来。对啊，夸张欸。其他有被挖吗？杰瑞在下。欸，你们都过去了吗？他们都过去了。过来了，过来了。好好好，我也去。你赶快去挖一下。是啊是啊，趁乱挖。巧克力死了，巧克力死了。好好。快走啊！走了，人也太多。快走啊！好，我忘了，我忘了，我忘了。啊！哎，我追回来，我被杰瑞追，动在动那边。我捡走你的东西。太多人，太多人，太多人。对，好恐怖，太多人。刚刚捡到一些尸体。这箱子里面有一宝二的，有人要上前线可以穿一下。哎，欸，好好好好，他们全部冲来追我，然后没付注意那个分数被挖。对对对对对，来存一下东西，这样好。被挖哦。等下你们继续。哎，欸，箱子满了啦。等下等下，你们不要都先回来，一个顾，一个先顾，不要都先回来。嗯。有没有听到啊？哎，欸，都回来了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们都在家里面呢。我死回来了，我死回来的，早就回来了。哦，回来，我看。嗯，不
所以他们是直接盖过来吗？还是盖过来的？盖过来。嗯。哦。好，那一群估一下哦。好。嗯。好。